位来宾，亲爱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晚上好。Welcome to the 2017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. 我是 Amy， 我是 Daniel， 我是 Anna， 我是 Kevin。猴年的春晚还历历在目，鸡年的新春已来到。这真是金猴已叫千家乐，雄鸡又报万户春。在这大年初一的晚上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。Tonight, we will have many great shows. First, let's welcome the fashion show of 旗袍。今天晚上有很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我们。最先出场的是旗袍秀。旗袍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，它让女子温柔如水。它让女子优雅端庄。它让女子千娇百媚。它让女子仪态万方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孟菲斯这道最美丽的风景线。太湖美呀，它太湖美。
弹一首宇宙唱完，借几句千里婵娟，山重水复下一阵，总有黄柳岸。千年是峰回路转，抬头望云开雾散，春风吹绿杨柳岸，你是我的桃花源。柳如针，雨如线，织一段风景为你做衣衫，在你身边凡尘如云烟，忘了今夕是何年。歌婉转，舞翩跹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若为情丝缠绵，忙忙碌碌只是枉然。想要爱人人花，让